这里拥有超美的世界文化遗产瓦普庙，这里的湄公河有隐士的小岛生活。我们在湄公河的激流中寻找传统捕鱼人，咪吧咪吧，他们说有鱼。6月25日周日晚上9点，维拉娱乐台和我去打卡，将带大家前进4000湄岛，见识湄公河凶猛的一面，体验最原汁原味的湄公河河岛上的生活哦。